찬송가 168장을 부르시면서 금요철 예배를 준비하시겠습니다. 하나님의 나팔 소리 천지 진동할 때에 예수 영광 중에 구름 타시고 천사들을 세계 만군 모든 곳에 보내요 구원 얻은 성도들을 모으리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부를 때에 잔치 참여하겠네 무덤 속에 잠자던 자 그때 다시 일어나 영화로운 부활 승리 얻으리 주의 택한 모든 성도 구름 타고 올라가 공중에서 주의 얼굴 배우리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부를 때에 잔치 참여하겠네 주님 다시 오실 날을 우리 알 수 없으니 항상 기도하고 깨어 있어서 기쁨으로 보자 앞에 우리 나가서도록 그때까지 참고 기다리겠네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부를 때에 잔치 참여하겠네 주님 다시 오실 날을 우리 알 수 없으니 항상 기도하고 깨어 있어서 기쁨으로 보자 앞에 우리 나가서도록 그때까지 참고 기다리겠네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때 나의 이름 나팔 불 나의 이름 부를 때에 잔치 참여하겠네 찬송가 115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이쁘다고 주 오셨네 만 백성마다 다 구원하시네
찬송가 122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一同默祷，将周五彻夜礼拜献于父神。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阿门。一同唱126首。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天人从此常融洽，恩宠平安备万方。起呀、啊，万国众生灵，响应诸天歌声颂，加入天君传喜信，基督生于伯利恒。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基督诸天同颂扬，基督千古永生王，大展群心求临格，普世恩光万众望，真神披上血肉体，圣道化生降尘世，甘与常人同起居，大哉我以马内利。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降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新生命，他消痛苦治创伤，舍弃荣华离天上，降生奋斗灭死亡，消灭死亡赐再生，再生鸿福万古长。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阿门。做几项祷告，为准牧师做祷告。아버지하나님께서마지막때에귀한자단을세우시고당장님께서아버지귀한말씀을선포하시며민족복음화세계선교우리하나님의섭리하심뜻들을마음껏아버지창대기이루가게하여주시고따르는기사표적과아버지섭리하심들을아버지와마음껏증거할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기를원합니다많은사람들이구원을받으고또아버지천국을가며하나님나라에이룰수있도록우리목자의기도와간구마다응답하시고크신권능으로함께주옵소서감사드리오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为大圣殿做祷告。올또아버지하나님저희들아름다운아버지또대성전건축을이루실수있도록인도해주심을감사합니다아버지마지막때아버지저희들에게큰아버지소망과꿈을주시고또한민족공의새성결을이루고아버지섭리를이룰수있는이대성전건축에아버지하나님박차를가게하여주시고성전건축에뜨겁게관심과열정을가진사람들을보내주시고또우리모든성도들이기도함으로이크고웅장하고거룩한아버지전을이루어서마음껏아버지앞에영광돌리게도와주시기를원합니다또한아버지성전이전도앞두고있사오니우리하나님께서모든것들형통하게아름답게이루게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리오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당연히설교말씀을듣습니다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为蒙恩典一同做祷告之后为了礼拜由密阳万民教会的文泰奎牧师做代祷할렐루야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오늘도아버지또당장님께서요한계시록강의29번째귀한말씀을증거해주십니다그말씀이생명과능력되게하여주시고우리모두게아버지또아버지응답받는복된말씀으로아버지또증거할수있도록도와주시기원합니다제들그말씀을통해서문제가해결되게하시고어둠이떠나가고우리가성결되며아버지께근신함이신앙생활을할수있는복된말씀으로마음껏선포할수있도록증거케하여주시옵소서주여감사
감사합니다. 영광 홀로 받아 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慈爱的父神，感谢您为了我们赐给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让我们能够默想这份爱，默想父神赐给我们独生子的大爱，打开救恩之路的大爱，让我们献上周五彻礼拜，感谢您。今天是特别是以更加铭记父神的爱，让我们能够进行圣诞点灯仪式，感谢您。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正如这句经文，我们相信父神必会通过万民成就父神之意，感谢您。父神说，你们必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一样，通过亲爱的准牧师来成就了民族福音化，成就世界，感谢您。我们相信必会通过准牧师所成就的公义来彰显父神的旨意，感谢您。万民的历史没有停息，一直到如今，通过职务代行也仍在不止息，感谢您。求父赐更大的能力智慧来成就父神的旨意，来感谢您。愿能够更加成就这末世的旨意，荣耀归您。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启示录59讲，让我们能够听这话的时候能够更加警醒，做好信仰生活。主持礼拜的赵大西牧师，求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有平安唱诗班的献诗和灵血管宣言团的演奏，求父悦纳。为了礼拜所辛苦的工人们，求父赐下天上的奖赏和地上肥美的祝福。全国全世界通过基星电视一同参与礼拜的所有圣徒，还有通过各种媒体一同参与礼拜的所有圣徒，求父赐下感动，通过我们所献给父神的礼拜，求父悦纳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启示录16:19-17:4。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众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有平安唱诗班的献诗和灵心管弦乐团的演奏。
接下来请收看万民电视周刊。今天请大家收看的是在恩高聚会和夏季修炼会上得医治的幸福的海外圣徒的见证。教会消息，12月9号到16号有出差，为第六届基督传媒峰会。12月11号，天安万民教会将献上创立34周年纪念礼拜以及任职礼拜。无论在何地，只要凭信心而求，都是应允的父神。今天就向大家介绍通过恩膏聚会得医治的海外圣徒幸福的见证。我叫莫妮卡·伊格拉，生活在波哥大，出席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去年12月份开始，我的胳膊疼得非常厉害，胳膊双侧有痛症，所以无法拥有日常生活。平常做的事也不能，也非常的慢，刷碗打扫都很吃力，抬不沉的东西也觉得非常累，因为骨头和关节有痛症，所以抬东西或是搬东西的时候总会发出声音。因痛症连日常生活都感到吃力的他，为了平息心得医治，参加了1月份恩膏聚会。因为痛症做什么事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想参加李守真牧师引导的1月份恩膏聚会得医治。但是在1月份恩膏聚会我没有得医治，我为了在下一次恩膏聚会得医治，凭信心参加了哥伦比亚万民教会21天的特别代理祷告会，做祷告准备。认为凭信心准备的恩膏聚会，但是没有完全得医治的他再次反省了自己。我参加21天特别代理祷告会，发现没有完全顺从话语的罪并悔改。虽然这样认为，1月份高聚会我做了准备，但是我没有患者报名。我认为没有报名也可以得医治，但是这都是动员了我的意和框框。我参加特别代理祷告会，全心向神悔改，并准备3月份高聚会为得医治做准备。彻底悔改自己的意和框框之后，彻底参加的3月份高聚会。他说，在接受患者祷告时，体验到了与以前不同的做工。当天李守真牧师为患者做祷告的时候，我全身感到火热，尤其我的双侧的胳膊和脸得到了火热的感觉，我得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火。我领悟到了，在接受祷告的时候，因李守真牧师的祷告，神医治了我。因为我不能日常生活
我可以恢复正常了，像打扫、整理床被等等，没有困难，没有痛症。在恩高聚会得医之后，所有活动都非常自如的莫妮卡圣徒得到医治，找回幸福微笑的她，对于家人也成了很大的信心。丈夫下午回到家的时候，我对丈夫说，恩高聚会我接受祷告得到了医治。丈夫和女儿都非常高兴，因为看到了我一直以来因痛症无法正常生活，感到看到我非常吃力。我们一同荣耀归父神，荣耀归于主，并确信只要我们努力渴慕做准备，神就会赐下应允。非常感谢父神、主人牧师，感谢植物代行李守镇牧师和张丁元牧师所有的献身和祷告。赞美主，我叫曼祖，今年三十五岁，我生活在印度北部坎普尔。10年前，我因交通事故伤到了腰。从那之后，我的腰部一直非常疼。我看过无数的许多医生，医生们都说我无法完全治愈，一辈子要腰痛，因为腰部神经压迫，没有方法彻底治愈。医院给我开了药，但是我吃药有副作用，产生了溃疡，而且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疾病带来的痛苦与日俱增，工作上也碰到了困难。当时我在医院上班，去年七月腰非常疼，所以我请了很多天的假，有的时候10天没有上班，因为缺勤天数过了10天，所以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对我大声地说，我缺勤天数太多了，说不能再让我工作了，让我辞职，要再雇佣新人。当时我的状况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没有父母，要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不光是我还要抚养我的弟弟妹妹，所以听到辞职这样的话，我非常担心。我在那里努力工作了4年，但是听到那样的话，我觉得非常伤心。在知道他的情况的亲戚的介绍下，知道了基辛印地频道，通过德里万民教会工人的商谈，拥有了能够得医治的信心。我因这样的问题在难过时，我的亲戚一位弟兄对我讲了一位姊妹的故事，让我对他讲我的故事。那位姊妹听了我的事，告诉了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医治，怎样悔改，一一都说明，而且也向我介绍其他医治
见证势力。听了之后，我确信印度德里万民教会是能够医治我，使我的情况成为逆转的这样地方。之后我收看基仙印度频道，通过这个频道我听准牧师李泽路牧师的正道，现主礼拜，凭渴慕之心准备了万名夏季修炼会。2022年8月1号夏季修炼会的第一天，回家之后，回到了家，收看了录制的恩告聚会。恩告聚会当日，我收看了录制的恩告聚会，感受到了平安和幸福。看到朱代行李守正牧师，我心非常平安，因为我感受到了神与主代行李守正牧师同在，我的心感觉就像是飘在空中一样，非常幸福。只是光看着正道和作恩者祷告的李守正牧师，我就觉得非常幸福。我通过话语悔改了我的过去，然后凭信心接受了患者祷告。虽然是录制的影像，但凭信心接受了患者祷告。从那之后，当活动身体时，他确信他所有的疾病完全得到了医治。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也能弯腰，也能走路。以前觉得难做的事，现在也可以做到了。准牧师，准牧师，主代行李守正牧师，感谢你们，将感谢和荣耀归于医治我的父神和主。通过一直以来进行的恩告聚会，大而敬人做工的父神，您是否拥有得应允和祝福的瞬间呢？祝愿大家都记得爱与恩典，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得胜。은사집회와학예수례를통해치료해주신아버지하나님께영광돌리겠습니다一起荣耀归于通过恩膏聚会和万民夏季修炼会医治的父神。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启示录讲解第59讲。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之声殿各位圣徒，之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各位基仙观众，从上一讲开始，我们在查看七晚的灾难中最后的第七晚。八晚倒在空中，意味着这场灾难将成为世界性的灾难，空气遍布全世界，无处不在。这意味着是世界性的灾难，也就是说，就像空气通过空气可以扩散到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倒在空中的灾难将席卷全世界。这第七灾具体来说，意味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核战争将在7年患难的最后时刻爆发。当然，以前也有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最后一次核战争可谓是彻底摧毁地球的战争。
地球已经到了无法再恢复的状态，就在地球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结束七年患难，主再临地上，并且主将重新打造这地、大海和天，从那时起，千年王国就开始了。像这样使将地球荒废的核战争，正是因为围绕石油这一资源的确保而发生。现如今，即使开发出可以代替石油的能源，石油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但是，当这些石油资源逐渐枯竭，各国为了多占一点石油，最终不惜发动战争。而且借此机会，强国试图重新掌握世界局势的主导权，最终爆发核战争。核战争之所以能够再次爆发，是因为联合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也就是说，以强大的经济力和军事力量掌握全世界的联合政府，无法再维持下去。这意味着允许给第一基督的时间即将结束。代表第一基督的联合政府之所以能够如此掌握力量和权势，都只有神允许才有可能。也就是说，神在人类工作的旨意中允许，所以他们可以在七年患难期间掌握权势，主管这世界。但是现在那期限已到，神允许的期限已到，联合政府就会逐渐出现崩溃的征兆。具体呈现出表面化的就是这最后的核战争。主题经文将这场核战争的情况描述为闪电、声音、雷声和地震。到处都能听到核弹爆炸、震天动地的雷声。地裂开，群山塌坍，坍塌。受核战争的影响，到处都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然而，闪电、声音和雷声分别还包含着属灵的含义。正如上一讲说明，闪电代表神的权势，声音表示神的力量，雷声表示神的震怒。通过这最后的灾难，彰显神威严的公义。公义的审判降临在抵挡神并积累邪恶的人们身上。从第十九节开始记载了其结果。十九节到二十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这里的大城指的是哪里呢？启示录十一章八节也有大城，这时指的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正如经上记载，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杀害两个见证人的联合政府公开尸体，让以色列人全部都看到。所以有些人也指今天主题经文中出现的大城是耶路撒冷。但是今天主题经文的大城在灵里意味着联合政府。在今后要查看的十七章十八节中记载，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这时大城也意味着联合政府。各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政府，统治着世界，所以他们被称为大城。经上记载，那城列为三段，这意味着联合政府的崩溃，而且还是彻底的破坏。
那大城列为三段，包含着属灵的含义。列为三段意味着联合政府的崩溃有三个原因，也就是说因三个因素而崩溃。第一是联合政府的内部矛盾，也就是说一直以来组成联合政府的国家之间内部积累的不满和矛盾暴露。有的国家认为相对被冷落，有的国家认为总是受到不利。相反，有些国家认为我们如此甘愿牺牲为整体努力，也太不认可我们了。因为彼此都想寻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考虑对方的立场，只想着自己的不满和损失，所以不能对话，矛盾只能越来越深。这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希望对方能理解我，但我却不愿意理解对方。我的牺牲和损失看起来很大，而且记得很久，相反对方为了我牺牲吃亏却想得很小，很容易忘记。与其先听对方的话，更希望对方先听我的话。看到熟肉的人，不好的事情会记得很久，好的事呢忘得快。但是属灵的人很容易忘记不好的事，好的事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呢会记得很长，就是有这样的差异。所以属灵的人只想好事，但是看到属肉的人不想忘记不好的事，即使想忘也忘不掉，深深地记在脑子里。有时候会压制对对方的不满和情绪，最后一下子爆发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好每当有情绪和不满时都及时爆发。对不满和情绪之类的干脆就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当时看似是在忍着，后来一下子爆发出来，甚至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就像这样，联合政府内部积累的不满和情绪化脓，导致崩溃。联合政府崩溃第二，是因外部因素，基于外部势力的摩擦和冲突。在联合政府掌握霸权之前，世界大体被三个势力相互牵制，后来由联合政府掌握霸权。但是随着联合政府的基础动摇，此前一直沉寂的其余势力开始再次挑战，对联合政府的政策或对抗联合政府的政策或指示，这些势力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惜行使武力挑战联合政府，因此联合政府将越来越失去力量。联合政府崩溃的最后第三个因素是宗教因素。代表敌基督的联合政府以要更容易控制全世界为目的，倡导一种宗教。他们提出宗教理念，动员属肉的智慧，使全世界自然地团结在一起。我曾说明，该宗教表面上信神和主，但实际上却抵挡神。因为当初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提倡的宗教，所以他们巧妙地变质真理，提出宗教和谐，也想让信其他宗教的人加入自己内部。因此不仅只信奉敬拜神，还与其他外邦宗教妥协，名义上说为了包容其他宗教成为一体，但这分明是变质真理，正面违背神的旨意。
现如今也是这样，说是要彼此和平，所以看到想要建立信仰不同的宗教联合体，进行相互交流。神分明在十诫中说明，不能在神面前拜其他偶像，但却看到我们基督教在内的很多宗教在以和谐的名义团结在一起。现如今已出现宗教多元主义，主张所有宗教都有救赎之路的宗教动向。救恩只有来自于神，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能赦免我们的罪行。因为神分明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但他们却联合起来，相互和平，相互来往。他们认为这样的主张更宽容、更包容、更合理。正是具有这种思想的宗教将起到联合政府的精神支柱作用，并且试图将全世界结成宗教纽带关系。但是在七年患难的最后阶段，就连宗教领域也将发生摩擦，宗教纽带关系破裂，加上宗教之间产生不信任。像这样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以及宗教因素引起的矛盾，使联合政府的崩溃速度越来越快。这巴比伦大城及联合政府的崩溃，使列国的城也随之倒塌。所谓列国之城，是指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与他们合作并赞同的势力。联合政府倒塌后，这些其余的势力也只能一起倒塌。像这样指敌基督的势力整体上没落，以把那成神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来表现。因为允许给敌基督势力的期限已满，所以在公义中临到神的审判。但是那审判最终也是人类因自己的邪恶自找的。动员核武器的巨大战争最终会彻底摧毁人类自身和周围的所有环境。正如经上记载，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这场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有些国家干脆从地图上消失，有很多地方地形发生变化，土地荒废以至于人无法生存，甚至有些地方连以前人们生活的痕迹也将消失。因此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顾名思义就是被消灭。21节接着记载了因这场战争的危害，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一塔连德约有90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塔连德在新约时代是指货币单位，但在旧约时代是指相当于约35公斤的重量单位。也就是说，有如此重量的冰雹从天而降。因受核战争的影响，自然界完全被破坏，无法想象的灾难从天而降。但是有如此重量的冰雹从天而落，也意味着包括射在天上的人造卫星在内的各种装备都将掉在地上。邪恶之人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灾难还不悔改，反而怨恨神。经上记载，雹子就是因冰雹灾害，人就亵渎神。虽然事情是因人类的邪恶而发生，但却在说抵挡神的话。
是因人类破坏自然环境，导致临到这种巨大的灾害灾难。这不是神吩咐的。神只希望人们活得良善，希望和平，不想战争。因为这是人类邪恶发生的事情，却怨恨神。这时就连表面上说是敬拜神的宗教信念也已都破灭。所以人们现那时干脆就说神在哪里，谩骂并亵渎神。像这样，在七年患难的最后阶段，世界将看不到一丝善，世界将变得黑暗混乱，惨不忍睹。接下来查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中出现向全世界公开的关于敌基督势力的说明。一节记载，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的大淫妇是之前所查看的大城的首领，在灵里讲是路西弗，在属肉方面则是指掌权这地的敌基督，也意味着代表敌基督的联合政府的首领。但是邪灵世界也以首领路西弗为中心，在正确的秩序中运行。因此，首领路西弗的意愿如实传达给龙、撒旦和魔鬼，以及受到他们操纵的敌基督势力。因此，虽大淫妇是指路西弗，但实际上是所有黑暗势力的总称。经上记载，这样的大淫妇坐在众水上。下讲会有说明。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说明了淫妇坐着众水是什么水？水本来在灵里意味着话语，但在这里是有其他的意思，正是意味着由敌基督势力主管的这世界。正如经上记载，坐在众水上，有很多国家和百姓与敌基督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敌基督的势力通过联合政府统治并操纵他们，只这样主管并操纵世界，以坐在众水上表达。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地上的君王是指受联合政府主管的世界各国的首领，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赞同并协助联合政府。另外，在世上的权力者中有贪心、贪欲和私心，只追求财富和名誉的人，不信神，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将这些人称为地上的君王。经上记载，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意味着应跟从敌基督，远离并抵挡神。接下来，住在地上的人是指属于世界的人们，他们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意味着沉醉在世界黑暗和万恶之中。这时记载了喝醉了酒是因为光照真理的标准时才显出违背的行为。人们在知道真理之前，不知道自己的黑暗和罪恶。经上记载有灵的空间，打开灵的空间，
的神的做工，神降下玛纳，住在门徒面前升天，又在云中消失。那么神为什么神不做工，让云彩消失，让门徒看到主继续升天？为什么用云彩遮住呢？难道主会继续往上升吗？只要升到5000米，都冷得不行。我们圣地巡游到瑞士，一般呢会上到4000米，那4000米都非常冷，下着暴风雪，风特别大，感觉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但是要待在4000米内的室内，如果待到室外呢，很快就会被吹走一样，因为风太大，呼吸都困难，风雪特别大，只要爬到4000米的都这样。那么我们主会一直往上升吗？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么气温达到-70度、80度，再往上升就升100度了，就呼吸困难，然后经过空气层，从那时候又会怎么样呢？会一直升到哪里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属灵的空间呢，就不能理解圣经。如果明确知道这属灵的空间，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疑问呢都会被解开，很容易被解开。挪亚洪水时天窗如何被打开，雨从天空倾泻，也能理解玛纳从哪里降下来，云彩消失，出现星星的移动，这样呢都会理解。所以可以知道，在圣经里星星如何引导东方博士来到伯利恒，云彩的出现和消失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很多事情。鹌鹑群如何瞬间降下来，让那么多百姓吃饱，还有蝗虫群如何覆盖了整个埃及，红海如何分开，让他们过红海，这都是因为听属灵的空间的移动的说明后理解了。人们在知道这里前，就不知道自己的黑暗和罪恶，只论断定罪。直到真理之后，真理光照才能发现自己。所以今天主题经文所说的行淫是违背神话语的一切的总称。光照真理时没有行在神话语中的，就是指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第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不是在说圣灵真的把使徒约翰带到旷野，而是在圣灵的感动中带领他的灵，让他看到敌基督的真面目。经上记载，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女人是在灵里，意味着邪灵首领路西弗，所以记载为淫妇。朱红色的兽指成为他的帮凶，是主管这地敌基督势力的统称。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意味着最终由路西弗主管敌基督的一切。也就是说，敌基督的势力在这地上策划抵挡神的事情并施诡计的一切背后，都是路西弗。经上记载，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名号就是称为兽的首领的人，赞同于兽的人，称为兽帮凶的人等名字，因与兽同行而抵挡神的人，在神面前亵渎。
神兽就是由这样与敌基督联合的亵渎的人组成，但是这兽的具体中心势力就是组成联合政府的国家。正如经上记载，那兽有七头十角，它们中间也有七头，就是核心的国家和十角，就是协助他们的国家联合组成兽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政府只由七头十角的国家组成，而是意味着联合政府的核心势力就是他们。接下来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紫色衣服是国王等权势人物穿的衣服，代表很高的位置和职分。朱红色的衣服则意味着以罪恶凝聚各种属肉的智慧。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正如这节经文所记载，红意味着罪恶。接下来记载，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意味着拥有财富、名誉和权势。路西弗主管这世上的黑暗权势，他给替自己做道具使用的敌基督和跟从他的群体这地的宝贵和权势。对富贵、名誉、权势有欲望和贪心的人，为了得到这些，在七年患难期间赞同敌基督。接着记载，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说明敌基督的本色。就算手里拿着多好的金杯，里面的内容我最终还是会暴露出敌基督的真面目。充满可憎之物和淫乱的污秽。但人们还是被金杯蒙蔽双眼，一起喝着淫行的酒，赞同他们。如果大家觉得对自己有益，能赚到钱，即使神禁止的事，也有很多人去违背，脱离正道。神分明说过，但却违背神的话语，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行。这样最终就会陷入撒旦的诡计，遭到神的掩面，因为无视神的话语。关于女人即大淫妇，我们下一讲继续查看。下面说结论，亲爱的观圣徒，人们很容易被表面上的样子迷惑，被外表的神圣所被骗，被外在的谦虚所欺骗，被表面财富、名誉、权势所蒙蔽，无法看到对方的真相。但是正如神说看中心一样，大家也要懂得看中心。当敌基督的势力出现在世上时，表面上看似不错，打着诱人的旗号，提供物质上的好处来接近，承诺名誉和权势，保障很多益处，但最终这一切都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本色。这在现如今也同样如此。丑陋魔鬼撒旦往往知道大家最脆弱之处，巧妙地接近，
表面上隐瞒着自己的本色，以模棱两可的样子靠近，甜蜜诱惑。大家要时刻铭记这些事实。虽然知道，但也会因贪欲和欲望、情欲所迷惑，但是大家绝对不可以这样，要常常在这里的话语中警醒，懂得用这里分辨，要分辨非这里，坚决击退。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一节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为了抵挡魔鬼的诡计，要像这样靠圣灵的能力，常常得到感动感化，充满装备神的道。如果大家遵从真理的话语，如果生命在生活在光明之中，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只要祷告，那么即使是初信徒也可以蒙得圣灵的感动，充满感化。也就是说，不仅是属灵的人，即使初信徒，只要如火般的祷告，照神的话语生活，就能蒙得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而且不住祷告，向天国新罗塞兰为目标努力行在光明中，就能更加得蒙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也就是说，会得到能力。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原地踏步或者转身，就会像罗德的妻子成为岩柱。我们要努力只向着天国新耶路撒冷前进，但为什么又觉得不舍得留恋世界呢？为什么要回头看呢？所以才失去恩典和充满。那时撒旦就会说，这是好机会。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虚空的都是虚空。如果决定离弃，就应该一直离弃，直到全部离弃为止。但是却中断，仍有留恋，就会再次被迷惑。这样最终会失去充满，变成不冷不热的信仰。神说，如果信仰不冷不热，就会撇弃，因为被撇弃，所以会遇到各种灾难，会生病。但嘴上还说，我以前很充满，过去祷告，还炫耀自己过去是唱诗班、机关长、区长、教师。这样就干脆就不要说那样的话。竟然还说过去信得好，如果信得好，为什么要留恋陷入世间呢？被迷惑呢？那不是信得好，是信得不好，不是信得好。大家知道真理可能不会这么讲，失去信心了，那就不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失去信心呢？恩典是可以失去的，如果停祷告了，可能会失去恩典，但信了就不能失去信心，信心是不变的。出信徒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会怀疑，但信心是渐渐成长的，所以不容易失去信心，会渐渐成长，不容易失去。如果信心完全，不会失去信心。在拥有充足的信心之前，有可能会变质。为什么？因为没有完全的相信，怀疑，因为不信。但是如果成就诚信了，基督的心，离弃各样的恶事，成圣，就像希伯来书十章记载的那样，
成为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是绝对不会失去的，不管岁月怎么流逝也不会失去。那么各位，这是什么颜色呢？是黑色吧？认为黑色的人请举手。那么是白色吗？是白色吗？那么大家相信是白色，那么相信这是白色的各位的信心是真的吗？是吧？相信这是白色的信心是完全的，那么过了十年二十年就会变成黑色吗？就不是白色了吗？信了一次就不会变，在相信之前可能会想这是白色呢还是红色呢是蓝色呢，可能会动摇，但是如果完全相信这肯定是白色，信心呢就不会改变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了正确并相信，就绝对不会改变。比如说大家的父母因为某件事抛弃了大家并且离开了，大概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丢下大家离开了，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离开了，然后十年后呢见面了，那么十年后就记不清长相了吗？会记得吧，因为在十岁的时候分开了，所以会记得。那么可以说妈妈丢下离开我十年就不是我的亲生妈妈吗？虽然妈妈可恶，但是妈妈生了我，这是事实。只有相信妈妈生我的，我的信心是不变的。可能会想妈妈可恶，不能叫妈妈，怎么会抛弃我？但是不能忠心否认不是妈妈。那么这样充足的信心呢，就是不会变的，是无法改变的。正是要拥有这样的信心，这样就不会被迷惑，不会偏向左右，也不会动摇，站在磐石之上。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得到神的爱，得到信赖和认可。没有那种信心的人突然充满了，就会在神面前偶尔许愿，神呢，我要这样这样做，我要做主仆，神呢，我要这样这样现在神面前，我每天要早晨进食，神呢，我要这样这样献十分之二。那么如果感到吃力呢，就会不守承诺善变，明知在神面前许愿一定要遵守还善变。有很多人许了愿又善变，所以成就诚心充足的信心就不会善变，也不会不守承诺，不会怀疑。因此要靠圣灵的能力常常得到感动感化充满，装备神的道。献上如火般的祷告是理所当然的，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这样的人。因此奉主的圣名祝愿大家在属灵的征战中拥有常常得胜的蒙福生活。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오늘또요한계시록강의를통해서7년하나님아버지에이르는일곱대접과전세계적으로많은사람들이서기로인해서이제아버지또아버지연합정부가아버지또갈등으로가며아버지또정부세력들이아버지또충돌하며정계적인요인들로인해서아버지여러갈등을겪는다했습니다우리당회님께서아버지이러한말씀을저희들에게생명같이전해주시면서아버지여원수막이아버지적그리세력에저희들아버지마음을내주지아니하고참마음과온전한믿음을가지면서죄를버리고악을버리고더성결되어져서아름다운천국예루살렘을사모하며열심히달려갈수있는믿음이되게하여주옵소서주여감사합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
通过准谋师接受患者祷告，有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没有疼痛之处，把手放在胸前，问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除了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些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159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
드리신 헌금을 위해 기도하겠습니다.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감사합니다. 부신, 감사님. 아버지 하나님 10의 1조 드립니다. 向献上 10分之一， 献上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各种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祭献殿时宣教现金。 献上许定的现金，求父亲在手赐下莲瑶带岸上间下来的祝福，成就所人心愿祷告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福保守祝福，让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住，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有通知。今年圣诞装饰的主题是祝贺主的诞生。今天下午8点，在住宅庭院竹袋形和圣徒们一起参加了幸福的圣诞点灯仪式。祝贺为了拯救所有人类而来到这地上的主的诞生，住宅庭院的装饰表现了与新当选的2023年工人的喜乐幸福的圣诞节派对。 祭献摄影师装饰在台上左侧摆放了主诞生的圣火，圣画，右侧摆放了圣诞图像，并利用雪结晶体和图案和 LED 照明表现了圣诞的喜乐。台的下方两侧有圣诞树，摄影师上方有云莲和雪的结晶体，柱子上用王冠形状。 图案装饰增添了圣诞喜悦和幸福的气氛。感谢为圣诞装饰辛苦的设计宣教会、上兰宣教会、迦南宣教会、青年宣教会、礼拜局美化部、设施管理局。也感谢赞助的女区长总联合会。希望大家度过幸福快乐的圣诞节，圣诞快乐！ 一同以主祷文结束周五彻夜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